人帅心善，讲的就是我。你细看有什么不会的吗？没有。Hello， 原来是西门大嫂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希侃。首先恭喜小侃四位出道嘛，这段时间也辛苦了。第一环节是我们的问答环节。当你站在那个 C 位顶端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春风得意，扬眉吐气，这么久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。我看决赛夜的时候，你有跟张 PD 拥抱吗？还帮他擦了一下脸，那背后是发生了什么呢？没有，因为当时就哭得比较惨嘛。不对，我没有哭，那是眼睛不小心进了沙子，感觉蹭到 PD 的衣服上了，觉得 PD 衣服很贵很贵，想一想就擦了擦了。别哭了啊。你觉得自己被粉丝喜欢的特质是什么？比如说帅，帅我每天都不懈怠，我要让每天都精彩，每天都是未来。两年前的时候你跟粉丝说再见时你要成王吗？那如果现在再立一个两年后的 flag， 你希望是什么样的？想要变成一个更优秀的我自己，能有更好的作品让他们夸得出嘴。对，未来可能会上一些综艺什么的，那你会担心吗？我为什么要担心？我觉得有活儿挺好的，有活儿挺好的。考虑考虑我，考虑考虑我。从你的角度评出你们 SKY 队内的各种担当主舞。我呀，主唱。我呀。那门面呢？我呀，我呀，我呀，我呀。人帅心善，讲的就是我。那现在说一个你能赢过其他队友的绝对优势。我的眼睛比较大，比较大。难道不是容貌方面的吗？没有啦，脸皮比较厚。接下来不说话，用一个动作模仿一位队友，让就是观众猜一下。我想一想啊、哦，这个我还挺擅长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。哇哇，我的名字可以称为林哇哇哇。再说一个队友给你取的大家还不知道的绰号，李希侃。你们录制的这段时间不是没收手机的吗？也没有办法冲浪，我就准备了一些近期的热门的词，然后让你猜一下什么意思。嘉宾需要猜出热门词汇的意思，并做出延伸互动。第一个勺，少年，少年，少年之名的一个花名。对，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挑战，就是我们现场准备了一只勺子，然后请你用带货博主的方式说出它的用法。当李希侃成为带货博主，大家在工作之余都会补妆吗？像这个勺子，如果扎了一点粉底液，往皮肤上这么一蹭，那是不同的感觉。你看，纯银制造，现在开始，一分钟我报一个数，你们马上下单。大家在喝药的时候都会觉得药很苦，但是呢，生活往往需要那么一点点的仪式感。你如果用这个勺子呢，轻轻地摇起来，呼一呼，喝下去，你药都不用喝完，你说不定病就好了。因为是李希侃拿过的吗？对对。第二个词，空少。是在说我们吗？如果真的是空少的话，那我岂不是机长？那我岂不是机长？下一个词，世界之窗摩天轮。尾巴们为我的应援，真的很浪漫。现在给你一个小挑战啊，要模仿一下不同类型粉丝应援的方式。第一个是妈妈粉。李希侃，妈妈爱你。李希侃。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。第二个男粉，李希侃，爸爸的好大儿，爸爸的好大好大儿，加油啊！就是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尾巴们都奇奇怪怪的，大家请多担待，多担待。你觉得你自己有女友粉吗？这不是当然的吗？当然的吗？他们会怎么应援的？加油冲呀，就还挺正常的。那如果要让你给粉丝们做一次逆向应援，想一句口号，现场来为他们应援一下。也套用一下他们的好了，尾巴尾巴笑嘻嘻，你们都是女明星，小侃小侃亮晶晶，早日变成大明星。下一个词，茶艺照。不打扰了，这个就是指用清纯无辜的方式来拍照，就你示范一下绿茶茶艺照怎么来拍。绿茶拍照大法我终于 get 了。官方的回答了他的废话，怕他嘴巴只会把路指为马。你很会。李希侃有什么不会的吗？没有。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，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跳舞。嘉宾根据现场播放的旋律进行随机舞蹈。
唱的。天哪，我感觉到我的骨子在，感觉到我的骨子在。最意外的是听听我说的吧，对，就没想到这么久还是能跳得出来，就觉得挺意外的。关注原来是西门大嫂，带你认真玩，认真过好每一天。